用担心走错路了。哈弗 H6s 呢，配备同级都有的50米循迹倒车功能，对于新手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。当然了，这样配置只能算是哈弗 H6s 在智能化方面的冰山一角，出自于咖啡智能的它还蕴藏着非常多的黑科技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展开来聊车机系统的智能化呢，哈弗 H6s 基本上是做到了 DT 类的水平，无论是它的功能性还是实用性，基本上都覆盖到了，你能想到的它都有，所以我们就不花更多的篇幅去介绍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的整个重点啊，去放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。辅助驾驶首先在硬件层面呢，哈弗 H6s 配备了14颗雷达和8颗摄像头，那其中呢有2颗毫米波雷达、12颗超声波雷达、1颗 ADAS 摄像头、1颗行车记录摄像头，还有4颗环视影像摄像头，还有一个人脸识别的摄像头。那这些雷达和摄像头相互协作，能让这辆车无死角的进行一个扫描覆盖。在软件方面呢，哈弗 H6s 采用了更加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视觉的一个处理算法，如更加深度层次化的网络和视觉模型，从而呢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处理这些很多摄像头一起来的信息。软硬结合，那哈弗 H6s 在这个价位上基本上是做到了一个 top one， 从而保证了更多功能的实现。回归到功能层面，哈弗 H6s 搭载了智能巡航辅助、自动紧急制动，包括一些智能过弯的这些功能，所以整体去看它的功能还是比较丰富的。光说呢，我想大家看的肯定不够过瘾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台哈弗的 H6s 开到了公共的道路上，来体验一下它的这套辅助驾驶表现到底如何。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到了高速上面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道路环境允许的情况下，这台车它是会提示你打开辅助驾驶系统。你看现在它已经开始提示我打开这套辅助驾驶系统了。开启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，轻拨两下这个巡航的拨杆，它就会自动开启，你可以进行一个速度的设定。简而言之，这套巡航辅助系统就是由 ACC 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加车道居中保持这两个功能协同工作实现的。设定好跟车距离和一个巡航速度，那这台哈弗 H6s 呢就能够实现巡航的辅助驾驶了。当然了，这里说的巡航辅助驾驶并不让驾驶者完全松开双手什么都不管，你还是要把双手扶在方向盘上，注意力高度去集中。那如果车辆检测到你双手离开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话，那马上就会提醒驾驶者进行一个接管。那说一下这套系统工作起来的感受吧，它整体的工作的力度还是比较温柔的。那如果遇到前车加速或者减速呢，这台哈弗 H6s 也会跟着相应的加速和减速，但是呢它整个过程并不粗暴，那不会让驾驶者或者乘客感到任何的不适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台哈弗 H6s 它还搭载了一个智能的过弯功能。什么是智能过弯呢？就是在 ACC 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开启的情况下，通过前置摄像头可以识别到前方弯道的曲率，那可以计算出一个舒适的过弯速度，在进弯前可以进行一个减速，能达到一个舒适过弯的目的。刚才呢我们经过了一个曲率非常大的弯道，可以明显感觉到它在进弯之前进行了一个减速，让这台哈弗 H6s 能够顺利的通过。在高速驾驶中呢，开启巡航辅助功能，长时间驾驶能够一定程度减轻驾驶者的疲劳感。当然了，如果放在城市的拥堵路况中啊，这一点呢也是一样的。在时速低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下呢，就可以激活拥堵辅助功能了。那其实它的原理和之前是一样的，就是通过 ACC 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加车道保持功能，让车辆呢在低速状态下的拥堵路段实现跟车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激活了城市的拥堵辅助功能，那你看这里我们跟随前车逐渐停了下来，那前车再出发，那我们开的这辆哈弗 H6s 呢也可以启动出发。那这台车是可以实现一个自动跟随的，那这功能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尤其在上下班早晚高峰一个拥堵的路况的时候，你打开这个功能不但呢可以减轻驾驶者的疲劳，也一定程度保证了我们的行车安全。除此之外呢，哈弗 H6s 呢也配备了自动的紧急制动功能啊，它的前置摄像头可以探测的前方车辆、行人、自行车，包括一个十字路口的状态，那它可以进行时刻的警觉。当前方的车辆发生一个突发的情况时，系统呢可以发出警告来提醒驾驶员，或者呢在驾驶员没有来得及踩下制动的情况下，使呢。
来进行遥控泊车，站在车外呢就能将车顺利泊进车位。智能化可以说是哈弗 H6s 的一大亮点了，尤其呢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，这台哈弗 H6s 的表现呢确实不俗。我们今天呢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体验，无论是它的实际使用体验还是功能的丰富性来说，哈弗 H6s 在这个级别确实做到了可圈可点。那哈弗 H6 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哈弗 H6s 呢也继承了哈弗 H6 的基因，销量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口碑基础很扎实，而且它的品质过硬。那这台哈弗 H6s 呢，它的亮点其实也不仅仅限于智能化，比如说它的外观设计，黑沙美学的设计，运动型格，对于年轻人来说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合适。而且大家去看它的售价，13.89到16.49万元，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突出的。